家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家里没油了，自己家种了个花生，榨的油也吃完了。现在我们到镇上去买点油回来。我们这边呢做菜一般都是素菜的话就用猪油，那个肉菜就放花生油。这个是炒花生油的机器，也可以用电的。这个是用电的，以前呢还有烧木材的，烧木材那个炸出来的，比这个更香。这个是榨油机，这个是过滤的。好了，慢走，回去了。这里呢是十斤二两的油，10块钱一斤，102块，经济实惠啊，老板人很好。买了一条鱼回来，朋友们，你们那边的这个油价是多少呢？这个花生油我们这边就10块钱一斤。我们呢，一般都是自己家种的花生，然后呢，油房那边还可以帮我们代榨。小伙伴们，你们那边的油价是多少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下期再见了。